那现在就停了得停了吧。了，停了。还可以啊，出锅成功。来吧，好，放这。切一刀给他尝尝。面你这不酥啊？你烤时间长了死了吗？酥不酥，烤时间长死不死有啥关系啊？我觉得有点花少了。你这酥放的少了，你这现在是面，你这现在面饼。泥多了，花少了吧？香那味儿没有。泥的味道超过。你这酥放的少了，花少了吧？就这么地吧。哦。走吧，上大镜那屋待会儿吧。喂喂喂，唐九州同学到教务处来一下。哎，唐九州同学，来，请坐，唐九州。好。现在是这样，唐九州同学，你是第一个。我们要组织一些活动，叫做保护物资。这有六张卡片。你翻出一张来，这张，看看是什么？稳稳稳稳的。啥叫稳稳？这个稳稳的物资是什么？我一会儿告诉你，但是你要在5分钟内把这个物品藏起来。那因为现在外面下雨的，咱们藏在这个不淋雨的工区，比如说礼堂、教室、厨房。宿舍，啊，都可以藏。